公元1619年，努尔哈赤率兵一举消灭了叶赫部族。至此，努尔哈赤采用了先弱后强、由近及远、利用矛盾、连大灭小、集中兵力的策略，先后消灭了哈达、挥发、乌拉、叶赫等海西女真的护伦四部，又进一步征服了野人女真，终于完成了统一世代格斗仇杀的女真部族的大业。1614年，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，建立了后金国。58岁的努尔哈赤在隆重的礼仪中登上了汗位。今天是我58岁的生日。33年前，我去广宁投军，那时正是血气方刚，而现在已经是两鬓苍苍，满面风霜了。祝汉王洪福七天，万寿无疆。万寿无疆。赐座。孟姑姐姐死了之后，大福晋之位一直空着。我想李阿巴亥被大妃。汉王英明。汉王英明。我决定代善为大贝勒，阿民为二贝勒，芒果泰为三贝勒，皇太极为四贝勒，统帅八旗马步军兵。谢父汉。安飞阳谷、鄂伊都、飞营东赫赫里、呼尔汗为五大臣。谢汉王。哈哈哈哈，好好，今天全城上下要张灯结彩，诸生阿哈也要大吃大喝，为我后金万年永存。
我。啊，汉王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有点累了。我来服侍您休息吧。不不，我来给您捶捶，让您解解乏。您封我大妃，心里高兴吗？嗯。您还记得我进宫那年，我才12岁，还是个小姑娘呢。还是个流着鼻涕的小姑娘呢。小姑娘不假，可没流鼻涕。整整比你大了31岁，我老了。不不，都怪我不好，是我长大了才把您逼老的。以后我再也不长了，也不许您老了。人总会老的，也会死的。汉王，您今天这样伤感，一定是有什么心事吧？没有，没有。不，我看得出来。是吗？您在想一个人。谁呀？您过来。嗯。把手给我。嗯。您想的就是他。我不应该提起这件事情，不过这几年大哥囚在冷宫里太苦了。我知道过去你最喜欢他，他也是你最得力的助手，人们公认的红巴图鲁。我想你应该去看看他，今天是您称汗登基的大喜日子，您作为汉王应该有权赦免他。可是我，人们在喜庆的时候往往是不会念旧恶的，楚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红巴图鲁。你真像你的蒙古姐姐。站住，没有汉王的手谕不能进去。连我
我都不认识了，我是汉王的猪座。你怎么回事？我要见大哥。你不认识我了，我是你龙敦爷爷呀。可怜的孩子，现在除了我这个快死的人都来看你，谁还会想着来看你呀？今天你赴汉登基，到处是鼓乐声响，载歌载舞，可是你却孤零零的，是一个人在这间黑屋子里呀。他还封安飞杨国他们为五大臣，封阿巴亥为大飞，还封了四大贝勒，都有谁呀？莽古尔泰、阿敏，还有谁呀？皇太极，还有谁呀？还有，戴善。龙敦爷爷啊，会不会赦免我？我有没有出头之日？你这是白日做梦啊。可是过去傅寒最疼我。可是现在他最器重的是皇太极和代善呐、啊！我毕竟是长子啊！可他就要立代善为储君了。啥？这太不公平了！你楚英立的战功最多，是我们女真人的红巴图鲁，是马背上的英雄啊。可是只要你赴汉一天不死，你就永无出头之日啊。不像我老陆连沙满也无法叫我返老还童了。龙德爷爷，我怎么办？
昨天萨满对我说过，如果想要让谁死，只要用黄纸剪成那个人的样子，写上他的名字。神仙，一边烧一边咒他，一边烧三遍，一边烧三趟，对日之后他就会七窍流血，气绝身亡。不说这些了，不说了，我该走了。孩子，你要保重啊！啊！恶魔耶路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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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开地狱门，收容阿玛飘荡的灵魂吧！列祖列宗，快派出你们的车驾，迎接阿玛无所归依的尸体吧！迎接阿玛无所归依的尸体吧！楚英。英，傅汉，我的孩子，阿玛，我的孩子。你在发抖，你还惧怕阿玛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怨恨我吗？我的孩子，我知道你的过失不应该受到如此的重责，可是为了平息五大臣四大贝勒对我的怨恨，为了让他们
义无反顾地辅佐我，我不得不这样做呀，你理解吗？我的孩子，我让你受了这么多的苦，我对不起你，你能原谅我吗？阿妈。中关的一刹那，我几乎脱口而出，楚莹冲上去，可是我的儿子不在我的身边。好了，现在是时机了，人们在欢庆的时候是不念旧恶的，现在我马上放你出去。傅寒，您给我一骑人马，让我来随地宫。好，起来。我的孩子，我相信你会用赫赫战功重新树立起你崇高的威望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祈祷福汉福寿绵长。那是什么？捡起来，捡起来。不，捡起来！捡起来！给我！我吧，福汉，饶恕我吧，福汉，福汉，福汉，饶恕我吧。嘉许38年正月十五子时，爱新觉罗·努尔哈赤。福汉，福汉，福汉，饶恕我吧。
阿玛给你报仇了啊！他把楚英也杀了，你可以瞑目了啊！努尔哈赤，我还要叫你流血，我还要叫你哭。Thank you.